欢喜啊！你一声牛鞭叫，就是娘的伊咧讲的，就会甲阮，伊变成细汉时，我以后要安怎走？放心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因为你这辈子付出这么多。我会把这八岁讲吼，大家在这个所在起一间庙，哦，有一个过姓王，大家啊会当哦，甲伊吊拜啊。叫你过姓名就好，叫我好啊，你这个先生，众人为伊起庙，起一间过山庙，就在飞鸿山的山顶，用将军的眼神，对着嘞圣公公来来表白。你们八岁后生以为做做圣公，起一间飞鸿山，鸿山寺，四个流传，对圣公敬谢万里无数。信奉我都来了些，经过两百年后，我是多谢你，主席。